把鱼治好了呗。我这个人，那个鱼是鲅鱼是吧？这是鲅鱼，这是二闺女拿来的。嗯，咋吃啊，救命！炖嘛，炖鱼好吃是吧？嗯，鲅鱼没吃过，不知道怎么好吃。二闺女还拿的牛肉，还拿的鸡块，拿了好几样呢。今天先吃鱼。这是你们拿来的鱼。嗯，你看鲅鱼也是这样的。嗯，白鱼好吃。嗯。呀，皮皮钓的啥？哟，拿了几块啊？皮皮想吃几块了你？几块了？今天不要吃几块了，咱吃鱼。今天不吃几块了，今天吃鱼，好吧？放在那，妈妈等等再吃。放着，放着。嗯，你想吃几块是吧？嗯，皮皮馋冒。先炖几块。嗯，好吧。嗯，吃得完那就可以炖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慧。今天炖这个鲅鱼吃，你看，我爸爸弄好的，把头都剪了。鲅鱼怎么吃做才好吃？今天我糊上一个。冬天呢，我们的冬天的油冻呢，你看，这是我准备的材料，你看，姜。葱、辣椒还有八角、花椒、白芷，把花椒放里炸一下，关小火，太大了不行。辣椒这些放下去。我吃东西。炖也挺好吃的，经常这样炖，放点料酒，料酒多了，放点酱油，再放上水。好了，炖好喽，放一包这个彩椒面，你们猜一下我这是什么？放上这个就不用放盐了。这冻出来，活到来了，再撒点香菜，出锅喽！做好了，开始吃了，拿着筷子，走走。这是什么鱼啊？这是。这什么鱼？鲅鱼啊。鲅鱼。还好吃吧？好吃吧。吃吃。刺吧，刺很少。这是冻鱼的，冻的呢。没刺儿，还是你看别人吃点吧。没刺它很少，刺不多。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这鲅鱼刺少。这个鸡娘骨上的。就这点，这样吃。只要只一个，就那样拔到吃，它就没刺。嗯，给它挑着没刺了。嗯。慢点。嗯，慢点，慢点，这下去了呀！哈哈。好。它要照的是吧？不是。这个鲅鱼刺少，给小闺女吃的。哎呦，俺闺女那么爱吃鱼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小慧。今天我去服一个习，就是我哥今年66，我老公给我买了身衣服，没时间去买，我试一下看一下好不好看。哟，你穿新衣服了是不是？买的这个裤子，不知道他的眼光好不好？裤子给他脱了呀。嗯，不黑是会吗？真的，你看这个毛毛，你看兔子毛，你看同学们，我老公的眼光好不好？你看这个，
这样子。这个钥匙好不好看？我试一下啊，穿一下。今天准备吃饭就穿好，也不能穿这个衣服啊，别人不笑啊。这个女人又不打扮自己。你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本来身材就魁梧，这说好不好看？别笑笑，笑笑什么眼神？好不好看？笑笑，我的衣服没你的衣服好。裤子，裤子试一下看，合不合身呀？你不吃我吃了，啊？你吃，好吧。嗯。你吃吧。好的。我问你这是什么吧？啊。这是驴排骨。驴。嗯。驴那么可爱，你想吃驴？你看这驴那个什么，这是。我看不清。这是脚，是吧？我给你了，不吃。嗯，肉可不少，那还是让吃过瘾。你上去，那我一块不看。嗯。蛋糕。嗯。不是，你看看，这个。嗯。你有肉呗？有，不少的。
这也有上红毛。嗯。啊，开始玩阶段。嗯。这个骨头是驴屁股的骨头吧？可能是那个驴那个脊梁骨那个骨头。嗯。我看那像屁股啊。不是屁股。我看那像驴屁股啊。驴屁股。嗯。回去吧。俺哥给你个驴屁股。你看俺哥买了个驴屁股的，我给你买了个。长多结实啊。嗯。嗯。哇。那得洗干净了呗。对。没肉啊，可能。没有，肉不少，你把它洗了。嗯，你看，哇，这一盘就是我的了，来，谁还有嘞？嗯，你吃吧，你吃吧，我等你。我等你呀。没事没事。老香了，你要吧？那干闺女吃的你要吧？是吧？是，嗯。哟，那他见到了吗？嗯，还有的。瘦的，肥的好的，瘦的他再叫我一碗。嗯，瘦不行，瘦的一点点。来来来，吃个鱼肉，又劲，跑步，跑得快。哎，好吃吧？好吃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这啥味儿？嗯，啥味儿？确实劲，他说不出来，好吃算是是吧？嗯，好吃。你看我啊。